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苏建红林，现在去把那些鸭子抓到那个田里面去，为了这些鸭子呀。哎，你看看楼楼干的事啊，把鸭子关到我家里来，心里要命，你看到处都是乱糟糟的，为了这些鸭子啊，把我爸爸都害得感冒了。走，放你们自由，一下子就把它搞定。你把这里弄干净了哈。关在那里面，心的要命。那没办法呀。走，给你们搬个大的新家哈，还有半。我们去，你在家里弄。啊。我们去。你们去，你们去，我来去。行啊。那个。鸭子全部放在这里面来了，跟着第一批的鸭子。他本来说是放到上面，然后围一下，那你们都倒进去了，那不就这样子？那让他自己出来。身高水远情不离，人家那些卖的就是一下子爆出去了。哎，那些鸭子自己就走出来了哈，让它自己跟他们游。天不动，谁推穿一岸不移，刀切念容丝不断，山高水远情不离。这个面前现在小金在里面装电，今天任务算弄完成了。哎，这个要不要赏上去啊？斌哥，把这几块也赏上去。这掉了几块那个竹片，斌哥把它弄上去。哎，赏反了，下面的赏不上面来了。啊，不用盯，那下次就直接拆了。还有山河间的报应，祸福自然有天地。姻缘重重，思想找的怎么样？弄干净了，还好鲜艳，你知道吗？多少苦是在心里，无怨也心死了，还是一样苦。哎，把那些关键敲掉了，把这些踩也不敢踩。这刚好可以放松一下，别敲掉了，踩不起，它满着了。一下三多了，就是还有可以找平价那个，啊，过个一两天就可以了。你说没办法，要不然哪里再弄到这个？小鸭子拿到那边去了，这边也拆了。是可以吃啊，是啊，这个要打了伤，打了伤就可以吃啊。我们那边叫这个叫鸡脚，差不多，要洗一下拿上来。这个有人干吗？有，那个竹子也扔上来，我们要烧啊。接住啊，留下来了啊。我们那边很多这样的树。我们洗一下，然后折起来。把我们喇叭丢掉。
的不找水，好养啊。好养鸭子哈。养大鸭子好。我说不要拆，就把那大鸭子关在这里面来。大的没事。大的它找水也没关系。